少辅要位，没机会，还是回到博智的手上戳一个三分。禁区中苦攻型球员，可是他们两个同时在场上的时候，那个高度真的有点太矮。上一场打到富邦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，才被篮下有点被打爆的状况。是。本土当自强啊，就是问题啊。其实从开机到现在一直在讲钢铁人的退防啊，你必须要先去切断球线，因为当对方一拿到球，你比较矮小阵容挑战上去，你没有优势。好，但没有关系，王博士这个地方就是在空手走位的判断上面，可是很多 Y Open 给他把握度并不高哦，这是接下来要去提升的。理想球赶快给掉，王博士这边又是一个机会，穆勒斯就是不上来，又被拉头，真的很老道啊！他刚刚是直接把整个艾伦的手给掐住啊，这变成说他想要在前的扑球也没办法。好球啊，博士！分数可是掉的分数也不少啊。对，而且很多掉分跟他也有关联呢。给博士，哎，终于这局越来越大。再给博智，哦，不得了，博智再送出去，再切一个，时间还剩七秒，三分外线右围防守，场上的球员处理球还是很有经验，快速的传导制造篮下的机会啊。博智这个地板球，哇，顺势也把 Lawrence 给拉出去了。